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在这边祝自己生日快乐，也谢谢你们看到这条影片，然后我接下来要把这个帽子给他戴到大炯眼的头上。这一次不可爱啊，越来越不可爱了。这个徐普是怪物啊，2000万战力，小刚的徐普，1000万的生命，284万的攻击，有趣的实验。摆上6只核心角色，1、2、3，第4只，第5只，还有1只，当然就是甜美夹面。啊，火车要开啦！各流钢曲服2950万。由于狂人这一次打无尽战区，看到有一些徐普伤害很高，我来想看看小刚的徐普又有多少伤害呢？你不是徐普，你是阿修罗，你是打哇打94900万，打5只，还有这个是二代崩普，是不是假面974万？还有635万的基诺斯博士，童弟也跑出来了，这真的是一代童弟吗？接下来还有格流钢虚普单只，原来单只可以打1700万啊！原来单只可以打到爆炸啦！不愧是香港代表小刚，对手的索尼克斩过来，还有格流钢3300万，还有一群狗狗，还有狗狗，还是狗狗，还有波罗斯波大王的普通攻击，还有小刚的大炯眼又来了。4525万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爆炸了？还有小刚的甜美假面打在波罗斯上面，下两下三下，606万。到了第2回合，对手的索尼克600万，还有阿修罗通臂当然是飞掉了，哇，一次打了2拳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办到的呢？没有关系，哥六钢曲谱6200万的伤害，通臂还是通臂，普罗斯鬼鬼祟祟的还是通臂，下面一下两下三下四下，605万，波大王倒了，徐普又来了，这一次6398万。 Oh my god， 对手的下面一下两下三下，还有甲虫香港代表头太大，还有他的同敌带上专属武器，2160万的伤害。接下来轮到小刚，同敌跑出来了，这次甲虫吸收住了一个反击，1100万，又是小刚3676万，还有他的绝命大炯眼2580万。还有非常夸张的崩普，就像出关的一样，武术大师天斩拳1660万。看来二代邦古真的不需要抽了，以后有二代博士也不需要抽了，通帝也不用了，旧版的直接提枪上阵400万，阿修罗躺平了，还有格流钢虚普。狗狗开了不去了，大熊也进行一个收尾，分场战斗，小刚火神又来了，2620万，还有一只，哇，这个普攻600万的伤害，
假面的蒲公的朋友的绝技的三拳的四拳的收尾漂亮。马上轮到徒弟又来了，这一次格流钢须蒲又有多少伤害？3300万。对手的凤凰男超级绝技458万，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，你就算打了这么多下，小刚依然是活着，因为他有大忠言。本场战斗又结束了，又来了5200万，又来了单只856万，又来了又来了。那格流钢须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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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猩红纹女，香港代表小刚的对手，他的蹦蒲只有50万，那香港代表小刚呢？大熊岩先伺候一次3540万，香港代表小刚1096万，对手剩下两只了。甲虫站在前面875万的伤害，假面600万，扭曲一场博士还是开了一个机关枪，球棒打过来。到了第二回合，小刚的徒弟6759万，还是格流钢。甲虫一个反击，轮到小刚的大熊眼，这一场还没有打完，光谱又来了。小刚的甜美假面，对手金属球吧，还是同地漂亮736万，哇，倒成一片，球吧不甘示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徐普抓起来了，单只1710万。实在是太精彩了，已经不知道怎么讲评了。徐普单只怎么会造成1700万这样的伤害呢？好了，现在打的是深海王15关，这里的铜币伤害就没有这么高了，160万。这里的徐普370万的普攻，大熊爷的伤害425万，当然蹦普的伤害单只也比较低一些。到了第三波，大只的深海王打过来，亚沙嘎完了之后，香港代表小刚准备进行收尾，3210。非常谢谢香港代表小刚再次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节目，同时也祝福我自己10月12号生日快乐。我们下次再你个头啊，再个屁啊！